乡亲士官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阮是台湾民政局的宣传车，今日要来向各位乡亲士官报告。咱台湾民政局高雄州服务处已经成立，地址在高雄市自立一路387号，请咱的乡亲士官挂大光临来甲阮指导。那么伫遮恳请各位乡亲士官。拥有申请由美国军事政府所批发的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咱敢有想过，咱不是中国人，为什么要摕中华民国身份证？根据国际法律，中华民国流亡在台北，伊不是一个国家，嘛不是咱台湾人的政府。咱若有要为着台湾人的未来，为着咱的子孙。为着要结束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统治台湾的政权，为着要让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，咱就紧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，建立咱台湾人的政府。咱若要做一个有尊严的台湾人，就要来申请台湾政府身份证。